今天要去走村。因为今天要去哪里？因为今天要去当猫缆。后面是不是太大声？对，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。看，我最近有很多悠游卡，好难哦。请投入纸钞或硬币。好啊，干嘛干嘛？哦，哎，我要加纸。对啊。请将票卡放置于杆。我最近在努力带悠游卡出门，我有很多张悠游卡，就跟我有很多记忆卡、读卡机一样。我今天眼睛看起来肿吗？还行。你拍他走进来，你拍他走进来。我们现在在等朋友过来，然后看到朋友了。看到朋友了，朋友一副就是慌张的样子。那种朋友很常会有个慌张感。我觉得我们都容易带有慌张感。就是，而且我们喜欢演绎出，我现在很慌张哦，我现在有很多事要做，我现在有点小急，那这个世界麻烦请为我清出一条路的感觉。哦，哎、哦，第二个朋友，另一个朋友，快点快点，第二个朋友，哎，你们背情侣包，快点来。哇，又拍到我们的那个王的好不甩哦，王，你再甩大力一点。哦，有，这小袋子很 Q。可以装什么？放 AirPod。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Black Cat 是白色？因为这件可以正反穿。哦。它里面这样子穿，就是 Black Cat。就是 Black Cat。哎、欸，美女。嗨。哦，今天也要拍反小是吗？哎、欸，简单记。美女，你好多紫色衣服，到我以为你最近紫衣服颇多。来，最近有在兼差妙禅那边的事情，你的紫衣多到很像没换衣服。对，我想说今天怎么又这一件了？哎呦，我要疯掉了！我们刚刚一下车，我们得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才说猫缆在哪，猫缆在哪，然后旁边的姐就说猫缆今天没有发哦，猫缆今天没有看到它整个晴天。猫缆是有公休是吗？我只知道动物园有公休，休礼拜一吗？就是去他现在飞舞，怎么会？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连动物园也没办法去、欸。你现在查是不是真的？因为那个姐感觉是当地的，绝对是真的啊！她不可能骗我们的，她感觉很 nice， 她感觉甚至是她甚至是猫缆或动物园的员工的感觉。我刚刚晴天霹雳，你的眼神显得你不愿接受。猫缆周一保养维护全天不营业哦。麻烦下次约大家来的人要把它查一下。我对不起大家，然后我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命运那么多揣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揣到哎、欸，揣到，而且揣到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行程是安排好说晚上要去看电影，所以我们现在中间这一段时间去做水晶指甲好了。我们现在可以找事做。我们现在连动物园都不能去嘞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天好阴哦、喔。先等一下让我去外面拍个，让我等一下去外面拍个限动。好好好，我们还是可以。我们还是要完成我们有来这里打卡的这件事啊。我们就在那在那，然后车上就有一个姐姐，很好，这姐姐就说：“哦，今天猫缆没开哦、喔，因为礼拜一什么公休维护。”然后。我们现在虽然说猫缆没有开，但是还是很有毅力的，想要到猫缆那边跟他合照一张再离开。真的很有毅力。对啊，因为现在还飘雨，我想说，后面有一个袋子啊。我在练习，我以后如果选立委都会。对啊，阿姨以后侵占公款被逮捕就会这样子哦、喔。对。我真的不能出来选呢、欸，我出来选一定是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我觉得心情很复杂，然后我相信，但是就是希望说年后还可以再来，然后就是团员没有办法来，我就不勉强。对，毕竟他们已经贡献过他们的心意了。是啦，我觉得。心意上来说算是仁至义，就跟香油钱要贴过一次，第二次又看大家是不是。对对对，就是隨我本来一开始就是随性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叫你们陪我来，从、欸、头到尾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突然。你那个时候有讲，你为什么要来猫缆？
我就只是想来啊。然后你老板就说他可以陪我来啊，他自己说的、啊。老板现在很冷，老板现在不知道是人比较冷还是心比较冷，真的一个是妖。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来猫缆，其实有点可惜耶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事能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是不意外，就是奇葩的，就是我们这群人，我们很适合发生这种事。对，拍个就是照之类，因为这样我等一下就可以放。好好好，那你帮他拍啊。可以分我吃吗？可以啊。耶、！最赞的东西，世界上最赞的东西。有比屌更赞吗？有哎、欸。所以你如果先开，就是要吃一个男生的屌的时候，先开他的屌，然后发现薯条，我就想说，那薯条，所以薯条香的屌你会更兴奋。薯条香的屌，就是、薯条香。哦，薯条香的屌。你说卖薯条的阿姐？会啊。嗯。薯条真的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而且没有什么事是薯条不能解决的。如果不能，就两包，已经叫老派的。再不能就三包。第几呀、啊？请大家填空。就是你自己吃完再评断它是第几的意思。我们现在来吃绢豆腐，但不确定它是第几品牌，我们吃完来评断一下。我们不是吃过很多次了吗？可能每次的心情不一样。对。对，我们其实什么事情也没做，也耗到了五点。对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看电影是晚上八点，我们就先来吃晚餐，然后吃完晚餐之后，有空余的时间，我们就去买鞋子，再去逛个街，然后晚上就可以看电影。咻一下就把小菜快吃完，然后我们现在一直用我们的眼神想要抓到任何一个就是店员，告诉他说需要加小菜，可以帮我们加小菜吗？谢谢。切得很不碎呢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他想再续小菜，谢谢。好，稍等一下。自己讲有点嘴软，因为我们续的速度好快。他煎饼味道很香，它的薄煎饼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这是薄吗？嗯，这是薄的。如果讲煎饼，你是爱厚的还是爱薄的？我爱薄的。嗯，你们的冠音可以给我吗？是丑的代言，是丑的代言。八百，八百好多、啊，八百耶、欸！好了好了，八百可以。他们说再丑八百万就可以代言，八百万应该让他去代言还是会、欸那個、我会参与。所以阿姨以后出现再代言一些很丑的，你就要知道那个是阿姨一年收了八百万，对，她至少收了八百万，没有一年是两年八百，所以一年是四百。哦，我们的屯屯买了新鞋子哦，而且这双要五千多哦，他其实想开心。这双是我人生自己花钱买过最贵的鞋子。你看上它哪一点？就是底很特别啊，然后整个型又有点运动，我很喜欢。然后那个底好时髦哦。我们刚刚说就是这个鞋子被那个脚踏车碾过，一定不会痛。而且店员还说保护度非常的好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是穿的帅。其实你们太小看我的脚趾头了，我穿那个凉鞋速度，我穿脚会被碾过。其实我们没有担心啦，对，我们没有担心，只是说多一个功能，对啊。是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实测看看，就是机车碾到会怎样。好，我下次去给机车碾。还是公车，好好看哦，会截肢吧？好好看哦，我很喜欢哦，然后好贵，我好心疼。跟大家介绍，我刚刚买了一条皮带，我觉得很赞，因为我最近一直很想要。Butterfly 的单品、oh no. 很布兰妮，很布兰妮跟派瑞斯希尔顿，而且拉比他们两个刚刚一进来，你在试穿，他们就说，哎、欸，这边有家里的皮带，那你可以买这蝴蝶，然后你就说，心愿的、哦、在看呐、啊。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去看灌篮高手了。你先采访小刘好不好？因为小刘就是没有在看灌篮高手。你是不是有带毛线在包包里？其实你不用硬来啊，你为什么最後有？我有带 AirPod， 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个精品直播。你最后是什么决定让你想说可以来一下这样？哦，我想说就是毕竟做社群的，就是要跟上一些社群上流量啊，流量啊，对啊。
没有没有，我还可以哦。你们要跟他们混为一谈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可以讲出玩命关头啊！哦，我可以管这个屁事。玩命关头我也可以聊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了吗？就你们两个是一组的，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想法就来看。啊，朋友约就一起来啊！你们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有原因，要很喜欢，是不是？是说你们是初心者。对对对，我放在心里的秘密，黑暗的记忆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就是有时候屯比在嬉笑期的时候，好像是有点像这个风景。然后我就说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有被说过像徐乾辉，可是我是很喜欢辉哥啦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嗯，但长相不像啦。你也喜欢火锅？我喜欢。看林娘嘞，辉哥，辉哥，辉哥。大家有看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吗？有啊。你有看？我有看。你没有看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你的访问好难听。对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怎么了？我他没有深聊。没有啊，就是可以聊说什么？哦，有看哈，蛮好看的、啊。对啊，应该不是就是看蛮好笑的，或是谁演的蛮好的、啊？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好难访哦。我想说你要你觉得好看吗？你觉得好看吗？还可以的。好难聊。我觉得你不要再问他了。好难听。我真的是觉得观众不要再一直传说我们是不是什么不合啊，什么没默契，就真的哎、欸，就是不合啊。我们100%如果要聊那个戏剧的，不能找小刘来，真的哎、欸，有啊，哦、有看啊，你找相处剧可以找、啊，怎么了吗？啊，有啊，还不错啊。来，觉得怎样啊？看完了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第一，我觉得重点是里面很多帅哥，我看到了，想说好跟他。他们一直都长这样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小时候呢没有太爱男人，所以现在长大我在懂男人了啦。对，现在才开始懂男人，所以想说好帅。那五个你最爱的应该是？其实我看到最后我最爱长相的话是木木，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说不在那五个里面。对，不在那五个里面，可是。我五个看跟综合先撞菜、欸、对，然后后来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哎、欸、那个我一开始想说我应该会最喜欢流川枫，但后来我发现他下睫毛刷太浓，怎么打都他是这一代的睫毛比较浓，对，他那个睫毛太浓，我一直有点小出戏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三井也很帅，而且我很喜欢他说他手都快举不起来那一段，很想帮他马杀鸡一下。在漫画里面那段更感人，他在那个休息室还是外面的时候，就是他有因为自己曾经没有好好训练而感到很懊悔。哦，那我就会拍拍他的背，帮他加油。你不要再假装你有在爱这部电影好不好？我没有在爱这部电影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帅了。我刚刚一直中途一直中途问我说：“哎呦，那个 gay 在打篮球。”因为有一段我在他旁边，他对呀，反应是怎？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对台，但是他就是我刚刚介绍说有些人是熟，而且我还有拍手，因为他们就是最后要进球那些有。然后说这个是台词，他就说哦，我以为是一个全明星。这可以不能在那边戏虐啊！因为我讲这一段剪不进去。你刚刚跑去跟那个合照是什么意思？你要 po 文啊？我会发一下，就让大家知道说同性恋也是可以来看《灌篮高手》。你刚刚不是大家是？对对对，你刚刚不是在那边说什么同性恋如果发什么来看《灌篮高手》会被耻笑？就是不伦不类啊！可是同性恋都一直在做不伦不类的事啊，粘的、欸。他粘的是要为了让你不要让它断掉。哦，结果它还是断嘞、欸。对，就是你的替代方法的。这种新区回我们家要500块。那。还是我们一起去搭捷运？你去搭红线啦、啊！不要，我要赶快回家。哦，那你就发现了。不是啦，我等计程车转过来啊。还是不行。你真的是纸袋破坏者、欸。而且那一个人应该知道他是纸袋破坏者，所以帮他粘起来，结果还是破坏了。还是不行。